子是很不健康的，因为我比较高，然后我以前又念舞蹈班，从小从很小的时候开始跳，都是当男生，就跳男生的部分，跳男生的部分，所以给我心里造成一个阴影。我也想要娇小的感觉，我也想要弱不禁风这样，然后这样就会有男生这样。给你看，这是我的才艺。肚皮舞啊？你不是。如果我坐下来的话，真有三层。是。而且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那我不在弹吉他，其实我弹吉他里面是长这样。可是我男朋友说我的肚子很可爱。你知道我等你要消耗了多少热量吗？那你本来就该消耗了。你看看你自己的肚子，你这样台上怎么办？哎、欸，他遮起来了。中年人有一个小肚子不是正常吗？你东西先把衣服掀起来，我看一下你的肚子。今天吃比较好。等一下。哎、欸，你也差不多了。哦、过完年的这段期间，大肚子会变这样子。所以现在三月了，谁跟你过完年？哎，过完年到现在二月多的过年啊。你最好过年那段一个礼拜，你可以胖十，那个体脂可以这么高。就是因为从那个时候开始放纵到现在，那是一件很……我跟你讲，你他妈借口，你就是借口太多。你是来啊？我等一下，我做多少重量就做多少重量。教练。站起来。然后再一次蹲的时候，帮我把膝盖往外撑。好，上。好，蹲的时候帮我手放胸前。蹲。上，对，膝盖打开。好，往上。好，放胸前是这样放吗？啊，对啊，放胸前放这里就好了。我想放这里。也可以。可以好，然后蹲的时候把背挺直。再一个。你找一绿饭团，对，然后就这样拜拜。外面一点，这里，哎，好帅！好帅！来，减一点点，对，好，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好，两眼睛，上来吐气，三。是，生无可恋。我一年会有两次这种时间，但我还没准备好。来，这个要继续是？对，好的。我做三组，三组哦，你做二十下班，好吗？你知道吗？那你做啊。十。啊。你已经怀疑人生了吗？啊。我想要赶快结束这一切而已。一个深蹲上来，是啊，今天没有吃晚餐。这个手会酸哎。好，来上，吐气，挥，下。好冷，是，我这么冷呢？要换吗？不用不用。哇，手好酸，手好酸。休息一分钟再回家。手好酸，而且好，我心脏跳好快啊。嘣嘣嘣，嘎嘎嘎，嘣嘣嘣，嘎嘎嘎。刚刚做到我想要吐了，看不到你，好烂，看起来好虚，教一下，是不是唱太虚了？你要帮我，人家教我，我很不会累哦。九，十，十一，十一，十二，十二，三，三。你以为我要看你？对，然后
有点想放空了。没有。啊，行。啊。九十，纸条是全身的。你知道，比如说那个骑摩托车的时候，女生在后面，她就会看到男生后面脖子的肉折下来。就是从来都没有在乎脖子后面的肉这件事情。有人问过你这个问题吗？脖子后面的肉。正面。开始要预备。要拍，要拍瘦一点哦。好，没办法。手放松，谁可以打？好背，出来，好，可以。背面，好，换人。肚子，这太多了吧？那你有看我滑甲线吗？有，好小啊！有，我滑甲线看到了吗，各位？既然要拍了，我觉得我这次真的要来一个认真，要瘦。我觉得要做就要做到极致，要做就要做好。做一件事情，如果不把它做好的话，那就不如不要做。所以其实这个是我为什么一直不要运动的原因，因为我没有那个准备的那个心态，说我要开始运动。那现在有吗？有。运动应该成为你下半辈子的一个习惯，而不是说我们拍这个企划三个月成功，然后再回到你原本的样子。我不回了，我真的不回，我不回了，我不回了，我真的不会回了，我会当一个 shiny girl， 好不好？我每天冲浪。